大家晚上好，我有个故事要告诉大家。记得那一天下着雨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他一个人坐在那，感觉上有一点冷漠。可是我当时就知道，他就是我的理想情人。慢慢的，就发现她是一个很有耐心和爱心的女孩。她的笑容带走我所有的烦恼。她聪明、能干、又体贴。就是这些优点，让我深深地爱上了她。爸妈，感谢你们对安娜的养育之恩。虽然你们以前为生活奔波，但是你们都把最好的留给她。感谢你们这些年来为了她牺牲那么多，让我有幸娶到一个这么完美的女孩。请你们放心，我会好好的照顾安娜，一起创造我们的未来。